昨天下午，歌神陈奕迅等人现身上海出席某品牌的新品发布会。活动当天，伊森身着一袭非常具有 colorful 的运动装站台，着实让人眼前一亮。如此富有时尚感的造型，也不免让现场记者联想到在时尚界颇具名气的陈太太徐濠萦。采访当中问及老婆徐濠萦相关的话题，陈奕迅似乎显得有些不耐烦，一句又是那种八卦，便是伊森谈及老婆徐濠萦唯一的回答。那个问题又是那种八卦的，你问我老婆， they're asking my wife again, you know, it's like, 他有点不太，先问一些跟品牌有关系的吧，可以吗？